大哥，咱家老铁说，我一口吞下去，给我100个小红心，通不通？吞。老铁们，如果我能一口闷得下，请给我来一个小红心。大哥上料。哎，这还有一条。东北毛蟹用头开的是真香啊！香不香？嗯，来一个，来了个，吃活，我来挑战个苦的，海鳄活。哥，你先试，看我几秒吃完。你也慢点。又不见，那真是甚是想念啊！耶，就这儿。东北毛蟹用头开的是真香啊！香不香？嗯，来一个，给大家来个无表情吃海螺。这个是没有内脏，全部都能吃。好，挑战失败。我呀，黑黑的那种啊。香啊！你这个胡老娘们，这么烫，你慢点。哎，一口吗？看看我几秒啊！绿油味，哥，我今天要挑战全网最辣的爆头，你能受得了吗？你先自己吃，辣椒面儿，多来点。我也尝尝。哇！哥，这来点，来个大绿背啊！来一块吃啊！我去。这个就是整一个它的一个内部构造，这个里面就吃这一块，这一个大的大背鳞，真野蛮！哇，大背柱开好了啊，给我大哥弄点精华给他吃一吃，给他吃一吃啊，起来搞点小背柱吃一吃吧，大哥。哦，这个基本都。你这个胡老娘们！这么烫，你慢点。哎，吃！我看这不拼就不行了，上料，搞！再搞点行不行？今天我是算是拼了啊！我能一口闷得下，请给我来个小红心啊！加点料。我还没有。老铁，给个双击。一口闷，看看我几秒啊！怪。绿油味。把最丑的扇贝，都在让我拼，都在让我拼，中间车又来了啊！一口闷，哎呦，你个乖。
辣椒面必须得有，双击你们给啊！俺家老铁让我生吃羊肉，就会给我个小红心啊！七个海五星，哎呀，这不是这么吃的。海五星外面是有壳，剥开之后里面是有黄的，吃里面的黄。那这个不能吃。吃这个黄。啊、哦。壳是不能吃的，壳可以泡酒。啊、哦、哈。懂了不？懂了懂了，谢谢。吃海螺姿势要帅，动作要快啊，大哥。有。今天用头开个面包蟹，哎，大哥别，运去吧，我来吃。如果我能一口闷得下，请给我个小红心。老铁，给个。如果我能一口闷得下，请给我个小红心。一口吗？海螺姿势要帅，动作那必须要快啊！大哥，来撂。过去干了，老铁，也太猛了。开饭了，海螺，哦，太烫了，用筷子。谢谢哥。哎，嘿嘿，我这个大，嗯。好香啊！啊，黄，那个不是粑粑，那个是黄。我再说一遍，是黄。如果我能一口闷得下，请给我来个小红心啊！快点撂。听说吃辣能有小红心，来个大汉堡，大哥商量。让我先吃完行不行？来点小红油，今天小辣椒，看都看到这了，给就给一个，大哥来一个。我这有小扇面。咱家老铁说了，我一口能闷下两个，就会给我来个小红心，来了啊！哦，来个滚烫的大大爆头！哇靠！哦，小心点，慢点！哎呀，看了看了，给个小红心！不拼你们是不尊重我了，大哥！辣椒先来一点，芥末。今天拼了，老铁们！小红心给就给一个啊！我这刚刚吃不了。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感觉我挺不正经的。来个配红油上料，大哥，如果我能吃得下，给我个小红心啊！第一次吃那个生姜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整张面膜看着过瘾，给个小红心啊！
朱天顺大哥上料，看得过瘾，给个小红心啊！把辣椒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